们仁爱宫主持盖市长讲得很对，红的会更红，拿过奖的还会再拿。是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虽然你们不认识我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年又入围啦！耶，恭喜！真的，哎，加油，快点！哎，你很会聊天哎，真的哈，不错哈。我也在主持节目啦，黄金年代哈，华视哈。哦，还好我们不同，还好我不会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不会拿到，他不会拿到，完全不会拿到，因为我是教育文化类哦，我是教气质，那看我的人就知道没什么气质。我们是综艺节目类啊，其实我也可看得出来，对，有潜力，对。好，我们来抽出这个超高级的蓝宝石铸造锅，我们请凯凯为我们抽出，不啦不啦不啦，蹦啾蹦啾，那个945号刘燕婷，945号。他说是刘燕婷，就是刘燕婷。虽然名字写得很假，很甲骨文，我也看不大清楚。但是凯凯说是900，哎，妹妹900几号？65号。965号。啊，945号，对不起。凯凯，你确定你28还是82？最近有点老花。老花还是退化？退化，把它都给我了。哎，来拜，来拜，945号，是945号，945号，刘燕婷啊，来恭喜你。那我们紧接着呢，我们要。